马航 MH17 班机失事，造成298人罹难。慈济新山智慧紧随全球各地的慈济人，为罹难者和他们的家属虔诚祈祷。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代为祈祷，然后希望说往生者他临安，看到他的家属，我们希望他心安。近似堂同仁林美香的妹妹是马航空姐，妹妹虽然平安，却深刻体会家属的悲痛和无奈。如果是能够送上祝福家属，他们就有一份很坚定的一个心情，跳脱这个悲痛啊，化为一个很好的行动，为罹难者祈福。看到这样的人祸，毕业慈青邱慧贤遗忘中想着追究谁是谁非，谁应该承担责任。我自己本身可以做真的是为亡者祈祷，然后真的是不传是非，大家双手合十，虔诚祈祷，愿亡者临安，生者心安，更愿天下无灾无难，岁岁年年。新山真善美志工采访报道。